挺柯、反柯实力北市议员候选人不同调。三、二、一。时代力量北市议员五名候选人看似感情融洽，不过为了支不支持北市长柯文哲，前一晚的脸书是这样的。难道时代力量起内讧了吗？昨天的表态是我们这几位五位候选人已经一起讨论了大概好几个礼拜，就是我们一直都相信这一群，我也会以他们年这一群人的这个判断和他们的这个讨论为主。时代力量本来就没有自己的党籍的市长候选人，不违背党的基本主张，不违背五个人的联合政见，那他们要怎么去拿捏跟柯市长的距离？尊重他们。政治中心台北报道。